我有一个心愿，希望能实现，人人得到幸福，无论贫与贱，像我这样的女生也能得到智慧，不分种族，更不分性别。世上有太多苦来自于分别，从土场的屠杀到世界产生，像我这样的女生也能发心立愿，为全世界做出贡献。我要掀开那一道竹帘，来到正义之前，我要穿越那一条界线，向众人实现。女生不是那一道竹帘后关上的峨眉，我要超越凡人对性别的偏见。来自于分别，从土场的屠杀到世界战争，像我这样的女生也能发心立愿，为全世界做出贡献。我要掀开那一道竹帘，来到真理之前，我要穿越那一条界限，向众人实现。女生不是那一道竹帘后关上的峨眉，我要超越凡人对性别的偏见。佛陀说真理是渡河之舟，贵在能运载人到达彼岸，平等观又怎能滞留于口舌。我要掀开那一道竹帘，来到真理之前，我要穿越那一条界限，向众人实现。女生不是那一道竹帘后关上的峨眉，我要超越凡人对性别的偏见。